香港最哈五家黑糖珍珠，珍珠丹浓郁糖香入列。老虎糖是在香港最成功的黑糖珍珠代表，用黑糖搅拌出虎皮斑纹是这家店饮料的最大卖点，不论是在台湾还是香港，都要排队一个小时以上才买得到。买到之后，大家还会忍不住打卡，再摇晃15下才会好喝。还提供不同大小的珍珠选择，奶香浓郁，黑糖甜蜜，珍珠弹牙。老虎糖的邻居幸福糖近期也是红到不行，两家店人气大折拼。幸福糖会现场表演黑糖炒珍珠，简直是市场里卖药，还可以抽签测恋爱运势。这里的黑糖真奶有多重口感，还加上一层厚厚奶盖，还有黑糖粉搭配的比例完美。珍珠丹从台湾夜市起家，到现在扩展到开工厂，自产黑糖。招牌黑糖味道超浓郁，主打小珍珠，厚重奶味，原料从真奶的故乡台湾直送香港，完全是正宗台湾味。台湾艺人纳豆开的良辰吉时，除了有明星老板加持，口味也不含糊，主打多种口味的珍珠，像是抹茶珍珠、火龙果珍珠，黑糖珍珠当然也是基本款，香浓好喝。鹿角巷在加拿大和日本都有分店，主打新鲜珍珠，坚持煮好后只允许放3小时，确保好口感，因此珍珠最 Q， 黑糖甜度最适中。